啦啦啦，我来啦！今天老半天玩的是迷你主播抽身份，看看我能抽到谁。万兔睡够，现在这个烤鸡也变了。哎，你说他这个有没有彩蛋啥的？我顶，我顶，我跳，嘿，你过来干啥？这啥都没有，你没信吗？这我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啊？这是不是下去之后，然后咱们就嘎了？还有从这后面的话，恭喜找到了个寂寞，没有，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。看看我能抽到谁？阿普利阿普利，噼里啪啦，轰，就这个吧。哎，一看这个混乱结晶，应该就非常给力。那我们走，看一下。哎，我先看看半仙，确定容颜号角，迷你队长。哦，我抽到了迷你队长。迷你队长的编程电脑，我先存个档。只有这一把武器啊！我是最帅的队长，最帅的不是半仙吗？这是干啥的？生命之火。哦，一看咱们这边就不太一样。迷你队长，哦，橘猫抽到了我耶！橘猫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你看咱们的血量，7100、8100、10000血量，哈哈哈哈！还有谁？我就问还有谁？这个不太对，哎，我这还跑不出去啊。走走走，天才！帮我开门！根本不破防！来来来，咱们可以交换一下武器试一试。哦，他也可以直接秒杀我的，你看。留半仙驾到，迷你队长降临，哈哈哈，逮谁秒谁。右键不会使，我无敌，你们随意。我这左键应该没啥伤害。Legendary，Legendary，哎，你说他这里面有没有隐藏职业？会有，你看，可恶可恶！哎，这个可恶里面肯定会有好东西的。神器，你看我神器不神器？他这个武器还可以远程发射，不是可以右键吗？右键是可以直接秒杀的。来换一换，
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啊，为啥我这个血量只有8000？ Why？跳跃能力、攻击力都加了很多，500、1000，不是可以直接秒杀？哎呦喂！行，我得去拿神器了。这还有更厉害的，你们说这更厉害的这个人是谁呢？只有一个焦油，焦油又能打开水。咱们挨边试一试，从这边返回去。初始里，这有一个问号，问号就是一个坑，就是跑到天上去。天台我去过了， PK 区呢？ PK 区也就100分。那这应该就没了吧，玩不了。你看船，我船，我船船船。那好吧，咱们拿到自己的本命神器，我不想大开杀戒。小伙子，我希望你好自为之。哈哈哈哈，无敌。好的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